好的，两个杯赛啊，今天我们要来打马里奥杯跟偷天兔杯。那么可以看到我现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我触控的时候有这些点点啦，这样子就可以让各位比较清楚我点的什么。那这一个是我开启开发者选项的时候才有办法弄出来的，才有办法找到这个选项的，所以开发者选项可能会导致手机出问题啊，所以你有什么东西想警告我的，赶快底下留言警告，告诉我有关于开发者选项的事情。在这方面上，我并不是很熟悉的，我只不过是按着这个录制软体上面所说的这个显示触控白点的这个动作。他要我怎么做？我只是照他做而已。好，那我们就回到正题，马里奥杯啊，我们第一个关卡是日落荒野，刚才已经购完物了。回来看到我们这个已经第八名了。好，那么我的手机资料已经全部都转移完成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有重登，手机恢复抽行过，那看起来都没有办法使用啊。那我们就给，哇，怎么都是蜜服装啊！哇靠，我完全不知道底线在哪，就是 max 在哪里啊？啊，这些都不能用哦。好，我们来开始我们的第一关，马里奥杯里面的 GBA 日落荒野。上次出现是什么时候啊？怎么有人走密道啊？不要拦我，不要走密道的。看，想拦我，结果会打到自己啊！熟悉新手机操作中。蹦子真大声，来打死我！啊，金币红了，金币红了！吃这些金币比较绕远一点，蓝堆呢，不怕，我们狂热状态，无敌星星。管一下，管一下。弹到哪去了？又有哦，第二次金币狂热，这个有油攻击直接无效。我看到好像两个点点哦，也只有一次两颗手指按哦。一个拿来甩尾，一个拿来按狂热。没错，我的操作其实就长成这个样子。今日的水管500块钱，
好的，第二关白雪天地啊，就是那一个给我复制贴上的白雪天地。一阶，怎么又一阶？二阶，我操，太难受了。不知道我这个白色点点有没有被拍进去，没关系，不影响我们的操作。绿龟怎么打怎么打都能打中的大部分啊，好的，现在就红了，七等怎么只有一次红了，今天晚上我们要来首次使用这一台新手机，来直播了。就只有玛丽奥一个发动加奖分数，慢慢过来，还叫 RX 是不是？我靠！哦，还好，还可以这样子越过去。还好不会打到自己。但他怎么把我的绿龟给打掉了？哇哇，炸中了呢！哦，这样也能打中，我真是厉害，我就是这么厉害，连我都佩服我自己。啊哈！干什么鬼？再走密道，再走密道，这样子比较快。
好的手在左左右右，来放闪电呢。哦，计时闪！在我不熟悉的地方就进行计时闪，那有点劣势呢。你会跑得很棒。然后密道啊，这里就一个。最后这个密道不怎么样。我等一下沿路看一下有什么更棒的道路。这里的密道好像不太有。好，我管那一下。不行，没有密道，那我们走这边的密道就好了。这个是新品种的敌人吗？那一个水母。那我们以后在 Mario Bros 里面可以看到那是水母，这个是水母的本体。走上面其实已经花时间。各位昨天早上的任天堂直播会不会让我们看过？我在这里是不会多说的。哎，只快了六秒。我不服啊，怎么只快了六秒？算了，现在只能先摆着了，毕竟还不熟悉。过一番筛选之后呢，这一串是比较好的装备。后天兔背的炎炎山，3、2、1，发动，冲起来哟！快点！我妈妈超一下，超一下！有狗热啊，也不给金币是吧？也用甩尾的反击爆！应该没有什么脏脏的东西，脏脏的东西出现了，好像还有一点点距离。哎，丢了绿龟上来，怎么办？走密道了，好像可以走密道了。我刚才误判了，我以为不能走，我以为我已经没办法走密道了。误判，其实我可以走密道的。这个红药蜥跟的好紧，谁能打他一下？金币狂热了，赶紧闪得远远的，发大财！
竟能不能撞到呢？还是不行啊？撞到起点都可以加更多分数。24,994。哦，很好，创新有史以来最佳纪录。好的，吞子花神殿2X。开场2500。这个怎么走成这个样子？这是什么模式？这是什么版本？看起来是 X 还是 RX？ 尤其是 X 还是 RX 呢？我靠，这上面这叫什么？第二圈的时候会喷水。胆敢超过我，胆敢超过我，胆子不小。不得不说，这一个吞食花神殿真的是非常烂。好了，马车兔的原创关卡就是这一关。我好像不是选牌啊，可以飞呀、啊！哇，飞啊！我在天上飞，我还直接跑到屋顶上，厉害厉害！哎呦，差一点被吃掉了，但我听到声音。24,702分。不行，我太厉害了。干 ！AN， 有大象啊！什么啦？你在拍片？每天都在拍片，累吗？不累啊？为什么？跟各位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拍片不会累，因为这叫做乐趣。我拍片并不是为了要干什么鬼东西，而是只是为了什么乐趣啊？我们，哎，以乐为先。搞笑吗？这是来搞笑的吧？怎么还来了一关速通关卡？啊！被撞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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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的，好，我们的钱已经得满了。
好，今天的最后一关，完成跳跃动作的，我们要完成跳跃动作。前面就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动作，跳跃动作，跳跃动作，很好，很好，很好。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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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这里暗藏的可以跳跃一点哦，不要忘记了，这个没办法跳，就只能跳这一块。OK， Fantasy， 原来是有两个啊，在一个赛道里面有两个起点，两个终点线啊，有两条终点线，一个在岸上，一个在水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玩的内容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得了什么呢？直接300,000是吧？10张道具票券啊！酷吧，酷吧！锁起，然后解放啊，没有解放，可恶！解放要5张啊！给我们的马卡龙，用它甩尾的。好，好，可以。目前我们可以买什么嘞？我们还没有办法，我们冲榜前置作业做完，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到底该买什么比较好。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明天黄岩鼠杯跟布鲁杯，不然就是有什么活动就是了。好，我们明天见，大家拜拜。